小油库玩。自从上次师父将自己变成了一根胡萝卜，就再也没有变回来过。接下来的人生就只剩我孤身一人了。谁？防护！为什么偷袭我？废话少说，今日你我不死不休！隐身术！隐身术？我也会。啊喂，我们都隐身了，还怎么打？那你就出来了。哼，你当我傻呀？你先出来，我就出来。你先。你先。喂，我们还打不打？当然得打了，不然观众看什么？不然这集就这么糊弄过去吧。嘿嘿嘿，好主意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P.S. 好，太不够意思了吧！隐身术，喜欢记得订阅呀。